老中，好啊，赞啊！少年中啊，你叫老中。少年中，少年的，我们少年。小庄庄啊！哈哈哈！啊，看到一个。哎，狗子，哎，挂落啊，收紧。慢嘛。啊，好。咱的民宿就是伫这个后边啦，这个凉亭后边面。他这么远，你哪敢？你再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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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等。报道，报道，报道，报道。恭喜老人家，老好嘞。两点钟，哦，是两点钟啊。好。去两点钟。你回来去吃龙眼，哎呀，都吃破水，无白吃水。哦，对对，二啊点钟，二啊四，三四点钟。对啊。你讲的时间是两点钟。哎呀，伊煮饭嘞，伊暗煮饭哦。来这边。各位千万不要小看他哦，虽然他那个身材啊是我们团员当中最娇小的一位，不过呢，却也是最灵活的一位表演者哦。那么准备好了之后，来带来一个体操结合马术赵素梅的骑马之力。选手吧。
哦，马路的面积更小，哇，动作更快哦。高帅哥掌声谢谢我们的安娜，同在如此优美的一个骑马表演哦，女生骑马那一样是非常的厉害哦，也是非常厉害哦。好，这个掌声谢谢我们的安娜。好，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我们的大胡子查克里，那么在这边呢、啊、也要偷偷的告诉各位了哦，我们的查克里啊是团员当中最喜欢的嘉宾们所互动要掌声的一位表演者哦，所以各位看到他出场的千万不要让他失望哦，如果他掌声没有点好点满的话，我们的查克里啊绝对不会演出在里面的哦。好，那么一样啊，在表演之前先来跟各位再来多要一点掌声。酒店也未来了哈。是啊。我也是，我咧食过。你讲是有夹奶？啊。还是有夹卡电话？啊，夹奶。
有甲赖着。哎呀，你无听见啊？哎呀，阮那好朋友，哎，好朋友就做安尼。我甲阮老公讲，哦，足幸福。我讲咱人，咱人哦，谈拢就好啦。你哦，你的面容啥样子？爱情。啊，你现在香港嘞？无啦，伊面的啥幸福啦？讲爱情。行慢嘞。慢慢行，我紧。安尼。哇。阿妹耶一个耶赞耶石门山再见再见石门山我们回去了我知道拍不到拍不到这样拍不到为什么这样嗨这样我怎么拍不到人家太那个我就要人的来下一点，我刚刚那个角度就很好，这样就好了。哇，那个天空都晴朗了，你看你又歪了。啊、这样转来转去，对，转来转去就角度。无限的欢喜出自我内心。